今天过来干嘛？来看王俊凯啊。喜欢王俊凯？对啊，特别喜欢。就喜欢多长时间了？从江苏赶来的，今天就早上高铁刚到，然后就来看王俊凯。看见了吗？没有呢，一直等半天了。等了，已经走了。啊？那你叫他去哪儿了？那我哪知道啊？哎，那怎么办？等了，明天来吗？明天有吗？最近几天？后天。后天。等了多长时间啊？我等了将近四五小时了，半天。然后等半天没看到他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特别失望，真的，特别失望。